咱们现在那个点击这个808脱毛，先进入一个开机界面，这边那个是一个水流量的显示，这边是机箱内的一个温度的显示，这边是打的发数，这是一个制冷开关，这边呢是男女分别的选择，这边是一个能量密度，这能量密度保持在那个60到80之间就可以了。 ABCDE 呢代表的是身体部位的一个选择，这边呢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电流，电流是保持100%不变的。脉宽呢，咱们是那个5到400可调，保持到30到50就可以了。频率是1到10可调，保持到6以上就行。那咱们点击这个 ready， 然后那个变绿以后就开始点这个制冷开关。这边呢，咱们拿着手柄，你操作的时候戴上手柄环，以防那个手柄脱落。这时候咱们对着皮肤这样来回的采用一个压迫式的一个滑动，就可以了。